20-something years ago. Those cold nights in December and the sound of the falling.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咱们这一期的旅行 vlog。 我们两个现在在 Tampa， 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市，然后这次旅行呢，所有的行程都是由捞哥制定的。我们现在到 downtown 了，他的安排就是上午在这边闲逛。这个城市真的好安静啊，路上都没有几个人哎。像那个小森林一样，我给你取名叫刘美人。Hello 大家，我们刚刚吃完饭，现在准备出发去第二站，去划船。我把泳衣给它换上了，然后因为现在天气还是有风，还是会有点凉的，所以我又套了一个这种小衬衫，然后还可以遮遮阳。出发了。他们说这个平衡很难找，如果重心不稳就容易翻呢。辛苦了，老哥。是的呀，我笑你。我也担心。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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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太酷了！我去了，回去了。好冷，好冷啊！好冷，只好潜水。我们觉得这个项目真的还挺好玩的。每次旅行都发现跟动物、小动物特别有缘。然后今天我觉得我们运气也特别好，中途碰到了鳄鱼啊，碰到了海牛。刚刚那个导游带我们划船的时候说，他这边有一家专门做鳄鱼尾巴的餐厅，所以我刚刚就打电话，然后订了两只炸鳄鱼尾。你尝尝吧，尝尝看，跟炸鸡块似的，比猪肉嫩，肥肉更多一点的感觉。我们现在去吃饭了，好像是吃西班牙菜的，超级老牌，1905年就有了。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的行程是去奥兰多的 SeaWorld， 然后从 Tampa 开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样子吧。我们到 SeaWorld 啦！哇，今天天气真的太舒服了。我们在看海豚表演。Let's forget about tomorrow. Yeah.Should I hide away forever? Should I close my eyes and never again hold you tight, call you mine, think about you every time?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饭了。I remember that it's over. Yeah. You never break, you never lie, you never ever scared of the dark.现在到了是北极馆，然后这里有很多小海豹、小海狮。最后一站就是去看虎鲸表演。
more than I would like to admit. Can we let go of tomorrow? 拜拜，西沃的，我们走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在西沃的玩的一些感受。奥兰多这家呢，确实就会比圣地亚哥更大。特别是过山车啊，各方面的游乐相比会更多一点。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是分北极还有南极区，看到了小企鹅就很可爱。然后我们今天去看这个表演的时候，那个虎鲸也不是很活跃，那个背鳍甚至有一只觉要弯到已经贴近它的背面的那个皮肤上了。去网上查了一下，就说是因为长期被圈养，营养不良，还有一些圈养的生活环境不好，久而久之了之后就是精神压力比较大，所以就导致那个背鳍会越来越弯，越来越弯。就我们后面看到一半，我们就没有看了，还是蛮可怜的。我们到了这家 YHC Food Clubhouse， 哇哦，这个烧鸭、椒盐虾太有东西了。Hello 啊，大家。今天我们去动物园，有点像是新泽西那个六旗，它是一半动物园，然后另外一半就是那种很恐怖的过山车，就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的行程。我们先要坐这个小车，他们送我们到园区内。这个项目真的超级好玩，我们玩了两遍，好像是这个园区里面就是最陡、最高、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你可以摸他脑袋的呀？可以摸呀。好可爱！它这边有这么多种鸟类。这不是 Lawrence 的兄弟吗？他好灵敏哦！他为什么一点点刺？看到没有？哇！他只是里面那块软的。我们的午饭，他们这居然有美式中餐，看上去还不错。饭的小犀牛啊，它舌头口水都掉下来了。我们现在准备去坐小火车。现在准备离开这个 Busch Garden 了，这个地方人今天真的超级超级少，玩过山车都不用排队。我们现在准备直接往 Clearwater 那边赶了，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订了酒店在那边，好像是另外一个城市吧，开过去大概一个小时的样子。我们终于到 Clearwater 了，找一家可以吃海鲜的餐厅。到酒店了，播个小小的面膜。又到了我晚间 P 图时间。Hello， 大家早。昨天我们睡得真的超级超级早，我从昨天晚上9点睡到早上9点，一共睡了12个小时。
哇，这两天真的是有点太累了，因为连着玩了两天的游乐园嘛。今天的行程就稍微的 chill 一点， Clearwater 这边玩玩沙滩啊，然后看看海啊。我今天穿的是一个这种小黑裙，然后因为我胳膊还是有蛮多肉肉的嘛，我就外面套了一个这种网格式的一个小针织衫。哎呦，你今天穿的也很度假的嘛。没有沙子，它只是外面有沙子，因为它那个水是那种冰哒哒的。和捞哥的海滩打卡完毕，我们准备去吃饭啦。路过一个头沙袋的地方，哎呦，差一点！哎呦，还哎呦进去了！我快呀！哎呀，哎呦，农民伯伯拽死了，头两个就进了，好厉害呀，农民伯伯！我们刚刚吃完饭回房间里补了一个防晒，然后我就把头发这样披下来了，因为其实还是发现虽然扎头发很舒服很凉快，但是披头发还是会比较好看一点，等拍照也会稍微好看一点。等会儿的话就是我们下午的一个行程，先去出海看海豚儿。我换了一双这种一字带的鞋子，因为那双夹板拖走久了还是会有一点磨这个脚，因为是个蓝色嘛，所以我包包也背的是这个有点偏薄荷蓝的一个包包。我们等会儿好像就是坐这样的船，然后带我们去海中央找海豚儿，是吧？对。这个海豚项目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好玩，主要是那个海豚离我们船就非常非常近，后面呢我们就站了那个船尾的中间位置，船长说让我们和海豚一起玩，然后开始开那个船的时候，那个海豚就随着那个浪花一个一个跳起来，真的超级超级可爱。我还能很清楚看到它那个呼吸孔在那里喷气出来，因为在海上嘛就非常非常冷，所以我回来加了一件这个外套。等会儿的话我们还是要在同一个码头坐船去看日落。
是狗吧。Hello 啊，大家，今天的一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今天的游玩项目真的超级超级的好玩，然后我觉得 Clearwater 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明天的话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行程了，明天晚上7点钟的飞机准备回纽约，还打算去一个坦帕周边的一个博物馆，我们从这边开过去要1个多小时的样子，明天也要早点起。对，那我先睡觉啦，拜拜。 Hello Hello， 早上好，我刚刚换好妆，今天呢是我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也是要去拍照，去看一个非常好看的粉红色的博物馆，画一个粉嘟嘟的妆。今天穿的是一条白色的小裙子，这条小裙子呢是我上次过生日的时候买的一条，而且我觉得这条裙子超级显瘦，分分钟直角肩的感觉。要跟这个海滩说再见了，拜拜 Clearwater。Hey, you can open up to me, show me what's inside. Mother Nature made us to intertwine. Lavender elixir, so full of pheromones. Give me one taste and you're gone. What if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thoughts? What if my seasons don't change? What if you forget to forget me not and we fade away?And in the night, only for an hour, the northern light, my Casablanca sweetheart, nectar so divine, baby you're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准备回纽约啦，希望你们这期视频还看得开心，那我们下期旅行 vlog 见，拜拜。